出道十几年来，首次大解放，穿着清凉大跳谢金燕的歌。女星夏雨乔在新戏《结婚进行曲》中饰演电子花车女郎，而且还是个单亲妈妈。戏外还没有结婚的巧乔自曝，为了这个双重挑战，特别向戏中小孩的亲生妈妈学习。我想先让那个小朋友感觉，就是我跟他的相处就像他跟他妈妈相处一样，会变得比较自然。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式，就是先学他妈妈怎么跟他相处，我就用这个方式怎么跟他相处。对，在演这部片之前，你喜欢小孩吗？我非常喜欢小孩，是认真的喜欢，不是假的。就有些人会觉得我好爱小孩，其实不爱，我是真的爱小孩。和演员吴康仁短暂交往后分手的巧乔，近日被拍到他和棒棒糖成员威廉在淡水单独约会。威廉还私下向友人透露，两人处于恋人未满的暧昧阶段，自曝对女方有好感。那巧乔接受吗？因为我目前老实说，我真的没有想要谈恋爱，所以因为我的工作还蛮充实的，然后也一直都在拍戏，所以在还没有想要谈恋爱的状况下，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。可是我必须说，他是一个可以当朋友的人。其实他跟我的相处就是朋友，他没有特别的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也没聊到这一块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